喝了会上瘾，请小心哦。随意奶茶，哎、欸，你不是蛮喜欢喝奶茶？试试看啊。真的哦，我终于懂为什么我朋友会外带那么多杯，不要一人再带一瓶。哎、欸，就这样，干杯。Yo bro， 哎、hey, Yo bro， 好奇今天要带我去哪里玩？看到我朋友他们都在喝一款奶茶，是手摇杯饮料吗？不是啊，他是卖肉粥的。吃肉粥喝奶茶 ，Let's go。这间肉粥店位于中山区长春路上。哎、欸，你有来吃过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看一下现在几点？他好像晚上9点。现在那么多人，真的超多人。可是我没有看到你在喝奶茶。他们去跑了。看一下那个，喝了会上瘾，请小心哦。随意奶茶，哎、欸，你不是蛮喜欢喝奶茶？试试看看。真的哦，我终于懂为什么我朋友会外带那么多杯，不要一人再带一瓶。哎、欸，喝一下，干杯啊！都是鸡卤饭加蛋，好大酒、哦，超好吃。那这边你就卖粥的，不吃粥的那边，动头去啊！粥中还会加蛋。这是好吃，这是鲈鱼蛤蜊，它是限量，都剩两碗，不能让我吃第二碗。它、直接它那，连味道都觉得超香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超浓稠，超鲜，真的太夸张了。快讲！哇，啊、你手上拿什么？这是奶茶，你手上不是也有吗？这杯下的也给太多了吧 ！QQ 的黑糖果冻、纯鲜乳制作的冰淇淋结合在一起，再插上一杯大人的饮料，底下还藏着神秘的增高垫，每口都让我微醺在国华街。今天来到10岁生日的犬犬屋、哦，他们家的冰淇淋口味数百种哦，每天都不一样。尤其这款葡萄特别甜，呵呵，开玩笑的啦。底下的奶冻加上玄米燕麦，再挤上使用鲜乳坊制作的华顺冰淇淋，而且口味超多种哦。最后再放上黑糖 Q 冻，梅森在旁边都可以闻到清香的黑糖味蕾，真的是真材实料制作、哦。各位还没有结束哦，看你们要插上熟成美酒还是浓烈的威士忌哦，这样一杯大人的夜间专属微醺国华街就完成了、哦。黑糖 Q 冻吃起来很香很清爽，底层是经典茶冻，我不小心挖起来看起来好像增高垫了、啊、冰淇淋搭配威士忌，柔顺香甜中又带有酒精的强烈碰撞哦，层次感超丰富。当然无酒精的朋友也有莓果醋以及黑糖鲜奶的选择哦。好啦，各位赶快去犬犬屋吧。哎、欸，还有奶冻哎、欸。